现在可能刚毕业，领不到30K，然后我现在刚升大三，就领到36K这个薪水，觉得很好，很满意。他多了很好的一个工作经验哦，所以也可以在毕业以后相对取得比较好的一个待遇哈，那也可能哈作为一个储备的干部。好，切换一下。